现场小朋友们，哎，舞台上等一下是最后一首音乐跟大家来做分享。那在傲仙乐团的表演之后呢，稍待一会是小丑精彩的我们的互动秀，所以小朋友们想要拿气球的可以赶快到舞台前面这边来等待哦。小朋友们想要气球的呢，可以先到舞台这边来等待哦。稍等一会呢，哎，我们的小丑哥哥哦，要来跟大家做互动，要来送小礼物给大家哦。特别要感谢到我们工作团队哦，感谢我们乡长哦，蔡长坤蔡乡长跟我们现场所有辛苦的工作人员哦，尤其我们科长嘛，我们农经科长吴优是科长哦，那跟我们工作所有团队的伙伴朋友们，大家真的非常非常用心哦，来在过年的时间哦，来牺牲自己的假期，没错，然后把最好的活动呢，想要来跟大家来做分享。虽然今天的天气哦，哎，我们风稍稍大了一点点，但是呢，也希望说让大家哦都玩得开心，玩得愉快，没错。所以小朋友马上就蜂拥而来了，哇，小丑哥哥，来帮我们看一下，哇，你打气的速度要快一点点了。你看现场好多好多小朋友们，马上就陆陆续续都往舞台中间这边来集中的哦。那左边的朋友，右边的朋友，哎，那么多小朋友应该来跳一下，动一下，哎，跳黑桃 A 是不是？对啊，你们要跳，小朋友会不会跳黑桃 A？ 会不会？不会啊，你不会哦，啊，你会哦，哎，会跳的举手。跳的哇，好几个会跳，那你们上来舞台上面前面跳好不好？ Okay. 送你小礼物，送小礼物哦，赶快哦，赶快哦，他们在等气球啊， okay. 那也算小礼物啊，对不对？对，等一下小丑哥哥送小礼物，好吧？哎，我们左边也有椅子哦，右边都有椅子哦，可以让小朋友来坐。那爸爸妈妈可以拿起椅子来，小朋友想要坐着的，哎，可以欣赏来舞台上送给大家最后一首好听的音乐。稍待一会，小丑哥哥就会出来跟大家见面哦。村长是请问是黑桃 A 跳舞吗？还是我们在等你下指令啊？哎、你要吗？因为我不知道他们要不要上来跳，都可以，都 OK 啊。因为我们想说，那个气球快飞走了。对，来看老师们要表演什么曲子好了。好 ，OK， 那好，那应该也是小朋友都会唱。OK， 没有问题。好，小朋友喜欢的音乐，那送给大家这一首的歌曲《少年》送给你们啦。少年会唱的，跟我一起唱好不好？放轻松说，天气就会变得不错，每次走过都是一次收获，没人什么自己的选择，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，别管那是一个玩笑还是谎话，落在脚下其实并不复杂，只要今天你是你福，做对的选择，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，别管那是一个梦想还是谎话，泪在脚下其实并不孤单，只要记得你是你呀、啊哦心中，信念思考未见，眼睛
却不对决。谁 never never be up 来的岁月，这就是你留你身边的每个我，让世界因为你的存在变得闪亮。其实你我他并没有什么不同，只要你愿意，希望画出一道想象。成长的路上必然经历很多风雨，相信自己总有属于你的胜局。你因为我们停住你的脚步，坚持住就能拥有属于你的蓝图。OK， 大家最喜欢的歌曲《少年》。来到最后一次了，会唱的就一直唱了。我还是从前那个少年，没有一丝丝改变。时间只不过是考验，装在心中信念，丝毫未减。眼前这个少年还是最初那张脸，眼前再多艰险不对决。So never never give up， 来个翻越。我还是从前那个少年。是眼前这个少年飞呀，我还是从前那个少年飞呀。好了，谢谢大家，我们是爱无限乐团，感谢大家热情满满的掌声咯，也期待我们下次再见面，祝福大家新年快乐，谢谢谢谢我们最优质的。